阵红色烟火拉开序幕，同心圆盘旋一零一而上，以双色花束烟火画出大面积爱心弧线，向台湾和全世界的防疫英雄致敬。白色的烟火代表辛苦的医护人员，内蕴红色系的色调代表英雄们的热情、热血和爱心。谢谢你们。台北一零一跨年烟火秀今年全新推出360度立体特效轮状烟火，分别在50楼与82楼架设共16组轮状烟火，打造四面立体烟火喷射的震撼效果。连释放300秒，各色烟火齐发，最后用天女散花来营造浪漫氛围收尾。疫情肆虐下，不少县市取消跨年晚会，改由线上直播。北市府仍逆风照常举行，虽然现场民众大约25000人，不到往年的1/10，但如期登场的101跨年烟火，午夜一过，点亮台北夜空，送走疫情纷扰的2020，全台共同迎接崭新的2021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重点新闻不会消失，只会更强。